喂，阿不是要去姑姑家？喂，快点哦！等一下，要准备东西哦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哇，哇，带那么多礼品哦！干嘛？不能失礼哦！哦，啊，你姑姑家在哪？国运路啊，你没去过？没去过啊？啊，走啊，走就对了。那我们去找去他姑姑家啊 ！Go go go！ 见客一下，赶快啊！花了我一堆钱。哎呀，你姑姑家嘞？就在这里呀、啊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妈的！啊，你姑姑家是吃到饱、哦？炸鸡呀、啊！不要整我好不好？又啊，没差啦！啊、哦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吃姑姑家吃到饱炸鸡披萨，他们走。好棒哦，吃到饱！比我还爽。这还是我姑姑家、啊，这里啊。不是那边。好，我们进来啦。我们看一下它菜单，这里有四个炸鸡，其实还有六种口味，另外两种是在自助霸的，啊，这个是现炸的。啊，那这个呢是手套，哦，就是你要去自助霸的话要戴惯用手。这个呢是三指手套，这是你吃炸鸡用的，哦，不一样的哦。它有一条虚线，好，这一条虚线它撕开就可以变成吃炸鸡用的。啊，那我们先去夹自助霸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加个前菜好不好？甜椒。他们的沙拉这是用铁盆装，啊，这里面有一区一区的啊，这是小番茄。番茄。拿个两个好不好？我是觉得这样子好像一个一个开有点麻烦，不过还好啦。可能是卫生的。对啊对啊，现在防疫关系。对啊，卫生啊。这种好像酱料啊，火腿丁。柚香柠檬酱哦，他们的特调样子，比较少在外面看到。那我们先吃前菜咯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橙汁沙拉，我自己夹的。它那个没有酱料。有酱料啊。它是那个什么橙汁的。哦，它有凯撒的。淋上去这样。哎，又有凯撒的。它闻起来那个青椒味好重。嗯，中规中矩啊。嗯。好了，不要吃沙拉啦。我们的炸鸡来了，沙拉等一下再吃完。哦，我们先吃炸鸡，因为炸鸡现在趁热吃啊。好，哦，这个沙拉等一下再吃一吃。哇，哦，先吃现炸的。哇，雪花起司炸鸡。哦，这个粉的很多哦，看到没有，刷累的。好，试试看。它这个是属于偏甜的，甜甜的起司粉，蛮香的。我要吃一口。还有你可以吃啊，你看你也可以吃啊。我就看到那个肉汁啊，肉汁的部分是还可以啊，基础肉汁，但是不是那种爆浆那种，不是那种爆浆的肉汁。它，啊，味道来讲，有点像吃零食的那种粉。你们没有吃过那个麦香鸡鸡块那种，麦香鸡块那种，那个粉有点像那种。但它多一点起司香啊，还不错，这个粉其实不错的。
看这个粉啊，重量面好像吃不太到。以这个味道来讲啊，越吃越上瘾啊。一开始吃感觉还好，但越吃越好吃啊。哎呀，你觉得如何？就是这样。它外皮我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，因为韩式好像比较硬一点。对，韩式比较硬。它的味道让我吃起来好惊艳哦，我一吃就觉得好好吃哦。我吃的我也吃了两个啦，你看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等吃下个口味再跟大家介绍。哦，我们正在韩式辣酱炸鸡来咯。哦，它看起来有点像糖醋排骨哦。上面撒花生粒哦。不是花生粒，感觉很像杏仁。哦，还不知道，我先吃给大家看一下，随便拿一块吧。变成糖醋排骨。哦，有点香。好，试试看。好，来哦。嗯。会辣吗？小小的辣。哦，会辣。吃起来有点酱油的口感，但是你后面在吃的时候又有点辣椒的香，甚至他们韩式自己的辣椒酱比较不一样。我一开始以为吃起来会像糖醋排骨，就不像，就完全不像。的确是韩式辣酱的味道，蛮香的。这个一粒一粒这个东西，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吃，帮我吃看。好像杏仁的样子，可以提高它的香气吧。蛮辣的。蛮辣的，那还用可以吗？它俩吃起来是有点像椒麻味道，是不是？椒麻还好啦，我觉得还好。越吃越多，越来越辣哎。对啊，越辣。对，观众讲一下，这个有点偏重口味啊。我多吃几口有点偏咸，但是味道是不错的。哇，你看这个洋葱买的那么高，满满的洋葱哎，这看起来蛮漂亮的哦。口味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感觉好像比较清淡一点的感觉。比较清淡吗？那个酱也很多，我也清淡。来试试看哦。这个啊，我比较喜欢，它这个吃起来很像芥末酱，这吃起来不会腻，我个人认为。再配点洋葱。哇，那个酱就有点像在吃汉堡里面那个酱，对啊，嗯，对啊，蜂蜜芥末那种，嗯，但是刚不得不说了，因为刚上一个吃那个韩式，突然吃这个，不知道突然觉得好对味哦，对啊，可能上一个太有点太咸了，这个反而刚刚好，而且那个芥末有点解腻，解腻，我感觉一样，我觉得那个韩式的酱太多了，对啊，我觉得你等一下可以先吃一下，可以解个辣，好，好辣。吃完炸鸡，还可以吃他的披萨，番茄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再加两块好不好？也是加两块。这个还有一个虾仁口味，加块就好了。OK， 咱们回去吃喽。好，这边有他们的关东煮，他们这边韩国是写说。釜山综合鱼板汤啊，可是我看起来就是关东煮，没错，就是关东煮，热乎乎的，对对对，哇，超烫的，我还要抓耳朵啊，哦，不能手指头放下面，超烫的，因为它是铁板，铁碗啊，哦，大鸡吃腻了可以配这个，比较解解腻啊。披萨哦，对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它披萨平日的话，中午的话只有两种口味，假日的话就有四种。我们那天吃它这个番茄，它的皮偏厚，比较正常的披萨就是比较普通一点点。然后我们要吃看那个虾仁。我觉得来这边真的是认真吃炸鸡就好。啊，披萨算是陪衬，它皮又偏厚，它皮超厚的，你看它要咬一下下，嗯，它真的哎，看起来蛮厚的。嗯，它的披萨比较偏向普通，厚一点好了。啊，好，披萨配关东煮了，好不好？太诡异了。看它怎么偏软一点，好咬一点。我先吃一口，它的干一干就喝汤。呵呵呵。像把它当酥皮浓汤在吃这样子，嗯，好多了，可以耶，真的，嗯，那把它整个套进去呢？
应该是喷了，不要乱讲。它这个关东煮就差不多，就是 seven 的那种关东煮味道，水准差不多。吃饭你可以喝这个，可以解解腻。这方子好小，卖给老鼠用是不是？你要喝多久才可以喝完？为那个小奶猫用的呀。只是给你有用的，超小的。我想说，你是要沉多久啊？没有，我是觉得拿起来喝。上次他们的招牌酥脆炸鸡，现炸的哦，真的有点烫，拿都拿不太起来，好烫，还是很烫。这个招牌酥脆就是原味啊，啊撒点海苔粉，好像不是海苔粉，不知道什么粉，是海苔粉，香菜粉吗？香菜粉，我也不知道，啊反正就是撒点菜这方面，这是原味啦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我比较喜欢吃原味。原味，可能刚才前面太多口味了，回来吃原味觉得特别好吃。刚才太多奇怪的口味，不过也不错啊，别的口味也蛮有特色的。来，我们小孩要吃吃看，他也是炸鸡专家。这烫外皮好像那个美式的，对，有点像美式的，像肯德基的。这有点吃起来像，看到没有去过那个菜市场那种，比较没有调味，不是说不好，味道没那么重啊，几乎是没什么调味的感觉，跟它前面比起来的话是，因为前面的比较重口味。那好吃吗？一句话，我觉得普通哎，普通，吃起来就真的像是菜市场那种一只十块钱的那种味道上啊。好啦，我继续吃啊，好不好？一只哎，啊，继续吃，继续吃。好，那我们来做个结尾吧。喜欢吃多种口味炸鸡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。它的口味是真的蛮特别。对，外面吃不太到，肉质比较偏干了、啊，但是味道是还可以的，蛮特别的。哎，他们的服务人员啊，真的是很对人很好，而且很积极，亲切又热情。这边的员工一等一啊，员工一，所以等于二。好，那这家都介绍给大家了。那我们影片差不多这样结束了，爽就订阅，持续更新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年产片量会增加啊！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哦，一定要订阅我们啊，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哦。你看，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啊！爽，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。不爽啊！啊，不爽再看一遍啊，看到爽为止啊！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！太凶了啦！